right? Yeah, mesh. Now, toughen up. So if I go like this with this here, so be like this cable, right? You see that? Martial artists can take it. No big deal, like this. But if you do this, but I didn't use much power. Why? Because there isn't much power. But there's instant acceleration. So when we are rising, see, watch here. If we're here, look, I'm creating this, but the impact is only an inch. But I used 20 inches to create 1 inch of impact when he took it with muscle. Because muscle is buffer, right? So, but if I怎么好不收个力？怎么能不收力呢？那我擦一擦，为什么要擦呢？就是有一句话就在中国，你是这个来的，对不对？那我上下，是吧？这就没有了，那我得上这个了。我这个前手我也是按我的规矩，我手上手出来，我这个右手都是提出，是吧？就是说，你看，你还是利用你学的东西，加他这个地方。你不要他说，你不要找搞这个，这个就是不要有。你做的是这是个鸡，这是鸡，你看都是我回去走到你那地方，咱那是公平的。那我现在你看我用，要是按拳来说，我这用个饭的，有很合理。这个手是开的，这个手是按的。这个手按的时候，你看看我这个多高，实际上我是先送了那个。这个手是这样，我没这样。是吧？为什么不这样？这样是最大度，是吧？说这样，这样是这时的念，
啊，这是目的十万里边，我的目的十万里，是的，这边这是这边的，是吧？但是来说，不要给师傅去，然后说给自己心思，你也是花的人，也是花人，你可以啊，说起这个时候来，不要假手，啊，他是花手，哎，对了，你看你现在就是控制我这个手，啊，你控制我的时候，你看我也使上劲儿，那你就可以打我了，对吧？但是我的你控制我手，我的利用你看做我的反射手，你看这个手肘放手，你看身子往右旋转，啊，把手打在的目的是你打我还是你打我，这就是一个靠，靠了以后，你看把你这个重心，你看也不是我拿这个劲儿，对吧？你现在你重心上后旋去了，是，对吧？那你看你想你自己要你上风格的，是吧？上风格的话，你就你看你学着拳，你看你不要这么割的，这么割的，你看你上头转，死了，就是了，怎么办呢？下场，这个地方就是这个手上回收的时候，都外旋，反应起来，都外旋。啊，你看这就是什么的？上外旋，上外旋了是吧？这个时候也都说外旋，你看双外旋的目的，你看这个时候是手中放。他的你就这个手你看我正好是花圈第三动，你看放在你这个手，解决你这个念，这你看先放上来解决你念，这是第三动，这是花正圈，对吧？这个手呢是急，是急，急了一声我不一定是谁的手，我急了以后是控制你这个手，你不猜吗？你猜，你看我现在控制你手到什么程度呢？到这个，你现在成什么了？你在成完了？你在成这个中正手了？你自己说周正手，你是微微带拳的这个，咱发圈的这个原理，你就试就试。你转着，你看看人家，我是顶你，你看，是吧？我不顶你怎么办？我得按我自己。学的第三步，你看学了，是吧？这腰转，是吧？这东西它不是那最大的，你看这是个前手，这个右手是个正手圈，是吧？可以往上，你可以靠，咱俩是很公平的，是吧？你看他现在这个手变形，他的手指，他就没按这个圈的，你是得按反圈的，你看。我就下滑对吧？你看，你看着这个是挺单光，你看我这下边是急着，这是站着，你按着是你按你的，你按你的，你看我用我的，我擦掌转腰上去，你看他自己，你看他自己他自己就搁了，搁了以后呢，这个地方，一按，这个是，他说。你这大手上这个粘上，粘了你的手指，对不对啊？粘手指，那我也是，这里头我，我不用，你看我不用就是，你看，我控制着你，在控制的当中，你看就是使用，你别管你怎么做着，你看你的手指不也起来了吗？你就是你闲的，你要不闲那个，你闲起是起。但是我这个手还是轻，你看你进，腿也进来，我不进，那我怎么办？腿你的先，我让你，我让你看，刚才有，看我没劲儿，没劲儿，他就干活的，你的，反正宽的，那手大的不都宽的，大手不都一根两根，没有，大手都没有，大手，你看，是吧？就在这地方，从这边，再拿走吧，再拿吧，是吧？在这种情况下，你失重了吗？你现在失重了吗？失重了，失重了，我也有机会的失重了，刚入手，先还背先。背险你实际是背实，你背险的那外头我也可以的，我就想着他哎，这个地方实际我这是一种假象，他感觉这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进攻的一个机会，
你看这个中间路啊，这个时候你看俺一下多少方式，是吧？实际上是埋伏着的，他们应该看。那是对，您知道吗？这为什么我那个做法，我认为他就他就是我成，你这就是应该，快了，你看这一下子对，他是越快他应该，他自己今天他抓气鬼，哈哈哈哈哈哈，我学会换了，对他就是，所以他是，他念，你看这念不到头，是吧？你考，这不考吗？你考，他老是站着考，不敢考，你先会手大肘，会手大肘是吧？他到时候念着发现来，这个计划是吧？这个画中，你现在就坏了。你往这个手，你这两手都一松是吧？这个是一定，对了。接手，不用接手，现在不要搞散了，先把你这个反正圈充分的用好，这个是站着的，这是站着，你压吧，看一下，他回来他一样，他不在这上硬搏，他不硬，这个无所谓，我不写，我给你钱，你压，你不能压，你看我也不闲，别说，我是干什么？我是死的，应该就是，行，行吧。